首先，先设定初始分数，这是系统一开始的默认值。分数设定可以依客户对产品的要求做调整。以目前设定为例，50分以下会亮红灯，50到60之间会亮黄灯，60分以上亮绿灯。Mechanical number 为判分 pass 及 fail 的比例，以100分呈现，代表100次内60分以上或以下的次数比例。使用者可设定多少次计算一次。Mechanical state 为分数门槛。接着点选机器学习图示进入学习画面，共有五种动态截取速度。针对冲压业者建议从速度3建立规范，也可依情况做调整。接着点选开始钮开始学习。框选整个冲压时程范围。框选完成后按储存，再帮规范命名。储存完毕后，系统会询问是否标注不进行比对的时序动作，点选取消，再点选 OK， 完成规范建立。回到仪表板画面，点击开始钮，写入所建立的规范。写入完成后，红绿灯面板即会开始为冲压振幅打上分数。如与规范相似，无异常或衰退状况，正常状态面板会以绿灯呈现。另外，点击下方游标图示，可以强化规范的细部区域，达到更精准判分。每个规范可以选定5个区域做强化判定。单机版共可建立10种规范。以上就是模具寿命监测软体的操作介绍。